一款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控制的全向移动的桌面战斗机器，它的右手是激光镭射武器，武器发射的加密光速可以打中五米以内的敌人，它的左手是激光反射盾，能够阻挡敌人的有效攻击。风起兵采用 AI Friend Postoy 合作首创的三足全向移动结构，玩家不仅可以通过软件内方向摇杆控制其在规则平面上前后移动，还可以通过手机重力感应控制机器人旋转，也可以在移动的时候主动瞄准敌人。风起兵的能量由 3.7 伏的充电电池提供，玩家可通过机器人腰部的 USB 接口对电池进行充电，玩家也可以打开底部舱盖更换电池，以便快速进入战斗状态。